关注大马，掌握国际，欢迎收看 RTM 华语新闻。您好，我是戴静航，下来带你关注这一节的新闻焦点。我国增加40起确诊病例和1起死亡病例，所有的新增病例都是本土感染。国内活跃病例疫情红区有8个，黄区72个，绿区121个。世卫组织警告，新冠病毒可能会永久存在，变成风土病。新闻的一开始，先来关注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国今天增加40起确诊病例和1起死亡病例，所有的新增病例都是本土感染，当中涉及31名外籍人士。卫生总监达多诺希尚指出，目前我国累计6819起确诊病例，另外今天共有70个人康复出院，累计康复人数达到5351人。目前我国还有1356起活跃病例。新增的死亡病例是一名39岁的本地男子，他是在昨天晚上9:52病逝。截至昨天中午12点，我国的新冠肺炎活跃病例疫情红区维持在8个，7个在西马半岛，1个在东马半岛。昨天有4个地区从黄转绿，不过也有4个地区从绿转黄。全国有4个州属和1个直辖区维持全绿，包括玻璃市、吉打、槟城、吉兰丹和纳闽。根据卫生部发布的疫情数据，全国共有8个红区、72个黄区和121个绿区。8个红区分别是雪兰莪州八打灵、吉隆坡巴都、伊布哥打、甘榜巴鲁和大城堡、森美兰州林茂和芙蓉，以及沙拉越州古晋。活跃病例总数最高的红区是森美兰州林茂，达到155起。其他超过100例的红区是吉隆坡的伊布哥打155起和巴都104起。昨天从绿转黄的4个地区分别是沙巴州的金纳巴当岸、彭亨州云滨和北根，以及森美兰州瓜拉碧劳。昨天从黄转绿的4个地区则是沙拉越州的雅沙在野和西连，以及登加楼州的甘马晚和沙巴博鲁兰。2名来自霹雳州师范学院的大学生在返回家乡沙巴之后确诊感染新冠肺炎，有关当局已经展开调查，并且追踪感染链。由于州内输入病例增加，沙巴州卫生局宣布5月13号起，外地返回沙巴的民众一律需要前往隔离中心进行隔离，不再允许居家隔离。霹雳州卫生局局长达多陈立敏表示，穆亚林卫生局是在星期一接获卫生部危机及应对中心的通知，指沙巴卫生局当天所确认的2名新冠肺炎确诊病患是来自苏丹伊德里斯师范大学的学生。2名患者在上个星期三经过检测后才被送返沙巴，不料时隔5天再次检验时却呈阳性反应。为了避免州内输入病例增加，加上部分民众不遵守居家隔离指南，沙巴卫生局规定，所有从外地返回沙巴的民众都必须直接被送入隔离中心隔离14天。Student kah, orang awam kah, yang turun dari Kuala Lumpur akan di quarantine di pusat quarantine. So maknanya semua yang turun dari KK akan terus dibawa ke pusat quarantine dan mereka terpaksa tinggal di pusat quarantine sehingga swab mereka itu negatif.另一方面，关于航空公司载客量的标准作业程序，国防部高级部长 Dash Ismail 表示，针对半岛内的飞行航班载客量只能有1半，因为要维持社交距离。至于从半岛飞往其他地区，包括沙巴和沙拉越的航班载客量则是没有限制，因为他们抵达以后必须进行强制隔离。此外，从东马飞往半岛的航班乘客也必须保持社交距离，最多只能有66.6%的载客量。早前政府宣布，从国外回马的大马公民必须在政府指定的酒店隔离14天，而费用会由政府来承担。不过，如果任何大马公民是和外籍伴侣或家人一同回马进行隔离的话，那么这些外籍人士的隔离费用则必须自己承担。
国防部高级部长达杜斯里·伊斯马萨比指出，如果这些外籍人士在隔离届满之后不愿意支付酒店费用的话，当局可以授权移民局采取行动，包括缩短这些外籍人士的签证期限。Walaupun terdapat pasangan dari warga negara Malaysia, sama ada isteri ataupun anak yang berstatus pemastautin tetap ataupun PR permanent resident dan juga pemegang pas lawatan sosial jangka panjang yang balik mengikut suami atau isteri di kuarantin wajib dan mereka ini mesti menanggung kos hotel dan hotel ditanggung mereka mesti menanggung sendiri mereka mesti menanggung sendiri kos hotel。伊斯马萨比强调，移民局并不会因为酒店隔离费用而取消他们的旅游签证，而是把原本可以在3到4年更新一次的签证缩短至3到4个月，直到他们支付有关的费用为止。无论如何，总检察署目前还在针对有关的条例进行研究。森美兰州毕达市宰鸡工厂出现多起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引起民众担心肉鸡可能会受到新冠病毒传染，而选择暂时不要使用肉鸡。大马兽医局表示，当局已经抽取宰鸡工厂的鸡只样本进行化验，结果显示全部的样本都对病毒呈阴性，因此促请民众不要过于担心。大马兽医局发文告指出，当局通过及时聚合酶链式反应对鸡只展开检测。兽医局指出，毕达市宰鸡工厂从2008年开始就获得了兽医局的卫生标签，肉类检定员会定时为鸡肉进行检测，以确保工厂的鸡肉肉质和安全性。兽医局也引述多个国际机构或组织的科学研究报告，证明鸡肉等肉类食材不会受到新冠病毒感染，可以放心使用。根据相关国际机构的科学研究显示，牛、羊、猪和鸡都不会把新冠病毒传染给人类。另外，世界卫生组织以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报告指出，人类不会从食物或者是食物包装上感染新冠病毒。在有条件行管令期间，警方在全国各地积极展开监督，确保国人在各方面都有遵守新的标准罪程序。国防部高级部长达杜斯里·伊斯马尔指出，昨天有10个人因为违反行动管制令的标准罪程序，因此遭到警方逮捕。伊斯马尔促请国人遵守标准罪程序，避免疫情恶化，导致必须重新落实更加严格的行动管制令。以警方为首的特别工作团队在星期三展开了62,656项检查行动，目的是要监督国人是否有遵守标准作业程序。执法团队在星期三的检查行动中，一共检查了4,476个超市、5,180家餐馆、1,474间工厂和3,100间银行。交通中站方面，则是检查了1,210个陆路交通中站、180个水路交通中站以及71个航空中站。针对在有条件行管令期间是否可以举办婚礼，国防部高级部长达杜斯里·伊斯马尔表示，目前民众可以注册结婚，但是涉及多人聚集的活动，例如婚宴，还是被禁止。Amat berhormat Perdana Menteri telah pun mengumumkan bahawa mereka boleh merentas negeri. Sebagai contoh, suami bekerja di Johor Bahru, isteri bekerja di Melaka. Selama ini oleh kerana tiada rentas negeri dibenarkan, maka mereka terpisah dengan keluarga mereka. Yang Amat berhormat Perdana Menteri telah pun mengumumkan boleh mereka merentas negeri. Kita bersetuju kerana mereka weekend husband,suami hari Minggu, isteri hari Minggu untuk balik berjumpa dengan suami atau isteri dibenarkan 1 minggu sekali untuk mereka mengunjungi atau berjumpa dengan suami, isteri dan atau keluarga mereka, anak-anak dan sebagainya. 另外，政府也放宽部分限制，包括允许住在不同州属的夫妻可以每个星期跨州一次。这项措施主要是考虑到因为工作需求而被分隔两地的夫妻。
首相署部长达杜斯利祖克费表示，国家元首已经预准联邦直辖区内指定的清真寺和祈祷室举行周五祈祷仪式，不过必须严格遵守标准作业程序。Zulkifli 指出，有关标准作业程序包括出席者不能超过30人，以及每个人必须佩戴口罩等等。此外，70岁以上和15岁以下的人士不能参与祈祷。他强调，首相署已经向各州发出恢复周五祈祷的建议书，至于是否要恢复，则交由地方政府决定。霹雳州伊斯兰教及马来习俗理事会发文告宣布，州内的清真寺和祈祷室将恢复周五祈祷仪式。这是霹雳州苏丹苏丹纳兹沙殿下和州伊斯兰裁决理事会商讨后做出的决定。文告强调，霹雳州的周五祈祷仪式暂时还不会对外开放，仅限于理事会成员、祈祷司和传道司等人，可以通过扩音器诵经，不过仪式不能超过20分钟，参与人数不能超过12人。这和柔佛州所宣布的祈祷标准作业程序类似，而森美兰州也是限制4到12人之间。我国再有官员涉嫌违反行管令，警方接获投报指，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杜斯利祖克费在行管令期间出门拜会官员，警方已经根据标准作业程序开当调查。嘉颖警局主任摩马扎伊对总监证实，警方接获两项投报，指祖克费涉嫌违反行动管制令。他说，警方已经向报案者录取口供，并且将报案书内容转交给雪州警察总部。莫马扎伊表示，获得指示以后，警方将会传召涉及人士录取口供。根据报案书内容显示，报案者指朱克维在3月31号出席大马伊斯兰发展局官员移交职权仪式，并且和新任官员合照，抵触行动管制令条规。此外，朱克维也涉嫌在4月13号邀请好友和其他人士前往办公室出席一项会议，不遵守政府所设下的社交距离限制。而在隔天，朱克费再次在办公室召开多人会议，同样没有遵守社交距离限制。卫生总监达德诺希尚指出，所有将在5月18号参与国会下院会议的国会议员都必须接受新冠病毒检测，而国会在今天和明天开放给每一位国会议员接受病毒检测。国会开放两天，让国会议员进行新冠病毒检测，以得来速的方式进行，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这项检测行动会确保即将参与国会议会的议员没有感染新冠病毒，以免国会出现新的感染群。Jaringan ini memang baguslah kita semua ahli parlimen dan juga ahli dewan, ahli dewan negara dan juga ahli dewan rakyat memang wajib lakukan ini. Tapi bagi saya sendiri memang dari menteri-menteri yang lain juga memang selalu buat saringan ini. Ini menunjukkan kerajaan dan Kementerian Kesihatan memang amat serius untuk mengatasi atau memerangi COVID-19 ni, dan ini satu usaha baik supaya kita lihat dibanding dengan negara-negara lain kita dah buat terbaik. 国会议员除了必须接受病毒检测，也需要遵守标准作业程序，例如进入建筑以前必须先测量体温，国会在主要的入口处提供消毒洗手液，以及为议员提供口罩。国政总秘书丹斯利安诺穆萨指出，国盟目前还不着急要向社团注册局注册。他说，有关国盟注册的事宜必须先经过各盟党的内部讨论。另外，国盟委任的加入土团党的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高级部长达多斯利阿斯米阿利为执政党的党鞭。
安诺姆斯表示，要注册国盟的事项必须获得来自各阶层成员党的同意才可以进行。Bahwasanya Barisan Nasional berpandangan bahwasanya ini perlu melalui satu proses yang tertentu mengikut perlembagaan parti-parti komponen masing-masing. Jadi buat masa ini kita tidak berhasrat untuk tergesa-gesa sekiranya proses pendaftaran itu nak dilakukan dalam masa yang singkat。阿诺姆斯是在和国镇最高理事会进行会议后这么表示。另一边厢，阿诺姆斯指出，国镇的43名国会议员会继续支持丹西穆希丁出任首相。而在这之前，国镇主席的杜西阿马萨希已经表明立场，会全面支持首相。另外，国盟委任了阿斯米安利为执政党的党鞭。阿诺姆斯也指出，阿斯米要求共组国盟的其他政党近期内提成各党的党鞭人选。国阵最高理事会会议已经同意，国阵党鞭只有一个人选，那就是由阿马萨希担任。被控挪用一马发展公司2亿4800万美元，给出是相等于大约12亿5000万令吉资金的 Riza Aziz， 今天在吉隆坡地庭被判释放，但不代表无罪。一旦控方找到证据，可以再一次将他提控上庭。前首相的对苏丹界的继子 Riza Aziz 是去年被控涉嫌挪用来自一马发展公司的资金。案件今天在吉隆坡地庭进行案件管理。主控官的对苏戈巴西拉姆向法庭表示，自 Riza 被控以来，已经多次向总检察署申请陈情。总检察署在考量了被告的陈情以后，与 Riza 达成几项协议，包括要求被告交出数百万令吉给政府。Riza 面临5项洗黑钱的罪名，根据控状，第一和第二项罪名都发生在美国洛杉矶，而第三到第五项罪名则发生在新加坡。所有罪名都指 Riza 曾经通过红岩电影公司的银行户头接收非法活动资金，涉嫌洗钱的行为。这些资金被指是属于一马发展公司的资金。第一和第二项控状指出， Riza 在2011年4月到2012年10月期间，通过红岩电影公司在美国洛杉矶的国民城市银行收取 Goodstar 有限公司的款项，数额分别为117万3104美元和900万美元。第三到第五项控状指出， Riza 涉嫌在2012年6月18号、10月23号和11月14号三度通过红岩电影公司位于新加坡的瑞意银行户头收取28投资公司的资金，数额分别为1亿3300万美元、6000万美元和4500万美元。5项罪名都触犯了2011年反洗黑钱以及反恐融资法令第四条第一款 A 项条文，并可以在同一个法令第四条第一款条文下被判刑。一旦罪成，可被判罚款不超过500万令吉，或监禁不超过5年，或两者兼施。收看这一节的华语新闻，我是戴静航，再会。